这次出走，一不是背离太平天国，二不是背离天国的将士，我是想让太平天国之火永不熄灭。我再待在天津，那就会重现天津事变的惨剧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天国的基石就会动摇，我们用鲜血创下的大业就会付之东流。所以我今天请各位到这儿来，就是想申明我的想法。愿跟我者当皆为兄弟，不愿跟我者那也可以留下，随天王一起建功名嘛。我愿跟义王走到底，我也愿。我愿跟义王走到底。义王高义，如不是义王仗义，东王只能冤沉大海。我杨辅兴愿随义王打到天涯海角。愿随义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义王是最明事理的人，我从小也一直把你像亲哥哥一样看待。请义王把心放宽一些，不要跟我哥哥计较。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？啊，我们太平天国用他找人还是第一次吧？是啊，开天辟地第一遭。开天辟地？不是吧？当年秦桧想害岳飞，不是让皇上连下十二道金牌召他回京的吗？天王是有诚意的，他跟前绝对没有秦桧。爹，福王和安王的封爵都削去了，天王的诚意就很明显了。我虽不回京，可是我从未说过背弃太平天国，我还是太平天国的义王吧。今后我永远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，也永远与青妖血战到底。这怎么是背离？怎么是另立山头呢？你回去告诉天王，叫他放心，
无论我石达开打到哪里，我都会牵制很多清军，都是对天国的声援。声援？可现在江南大营正在向天津进兵，一旦天津支撑不住，你能脱得了干系吗？我又没有反叛，怎么板子全打到我的身上？哼，你口口声声说不是反叛，可你却把文告贴到了天津外围的兵营里去。你表面说军民自行选择，可你却暗地里劝诱将士脱离天王，这是釜底抽薪，这不是反叛吗？想想吧，你能对得起谁呀？我为了天王能公正待你，我连得罪两位胞兄都不顾了，可你却依然执迷不悔，你让我怎么向天王交代？别人说你那些坏话，不正是说对了吗？好，话一说到这个地步，那你就把我石达开当成不仁不义的人好了。你回去告诉天王，我不求天王说我是忠臣，我只求问心无愧。你，皇上下，皇上下。跟翼王吵嘴了，已经吵翻了。我说他不识抬举，冷了天下人的心，他就骂我滚。别傻了，你不该离开这儿啊。他现在心境不大好，身边连一个亲人也没有，你该留在这儿吗？对了，你不是说要尽孝道吗？他以前还能听我的话，现在越来越不行，脾气越来越大了。易阳，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你留在他身边，时时规劝他，也许他会有回心转意的时候。你回去以后会向天王如实禀报吗？我还没想好，说心里话，我心里挺乱的。我又恨他，又同情他。我不想一五一十地向天王禀报，缓冲一下，天王就不会大怒。君臣之间也还有和解的机会。那你这一走，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。山不转水转，我们总会再见面的。若是下次天王再下金牌召义王，我还来当特使。那我替父亲谢谢你。分崩离析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我已查清，九江长矛守将林启荣从前是石达开的部下，如今拒绝与他一同出走，这就惹怒了石达开。我们可以联合胡林义军猛攻九江，石达开必不来救。九江湖口
就可以拿下来了。卑职在铜丝牌攻破陈玉成营垒，令陈玉成损兵折将，元气大伤啊！他也很难抽出兵力进援九江。湖北那边也要防堵才好。我已同胡林义商议过了，派咱们湘军唐训方部驻扎冀州西境，可防堵湖北边界，九江就彻底孤立了。我先带人拔掉小石口长毛营寨，九江就失去了犄角，也断了粮食接济。好，就这么办，马上动手，火炮用足，要对九江城昼夜轰击，叫长毛一刻也不得安宁。是。就成了一座孤城了。几天没吃东西，还三天前喝了一顿粥啊。可是义王见死不救，我林启荣怕是守不住九江城了。再派信使去安庆，请求义王发救兵来。安庆距九江近在咫尺了。你不知道，他不会派一兵一卒来的。是因为你不跟他走吗？我没想到，这个石大开竟是心胸如此狭窄之人。让黄文金从虎口支援呢。虎口更不行了，湘军水陆围攻虎口，虎口也危在旦夕呀。李中将，九江无论如何不能丢，丢了九江，天津就没屏障了。我愿意冒险出城，再去安庆见义王，请求救兵啊。好吧。九江成败，系于你身了。丞相放心，求不来救兵，我们回来见你。总之吕奉奉丞相林将军之命前来求援。嗯，跪下。啊，你没看到吗？我正要统兵入赣，集结景德镇，我恐怕无法去援九江了。啊，义王，九江在我太平天国手中六年之久，天津因有九江得保平安，如今九江即将陷落，义王近在咫尺，难道见死不救吗？我有军务在身，不能随意更动，再说那样会乱了大局。啊，你可以去找李秀成、陈玉成告急。啊，再说天王也不会坐视九江失陷而不管的。义王啊，义王，想不到你如此不义，你忍心看着九千将士困此孤城，你的心如此之硬，你令千千万万将士寒心呐。
你为什么这样？还不就是因为林启荣不随你出走吗？你。我来时已向林将军立下了军令状，不取来援兵，我誓不生还。我没有脸面把翼王不发救兵的事儿告诉忠勇的九江守卫将士们。厚葬他。爹，快去救九江吧，我求你了。你干什么呀？屡次干预军事，太不像话。女儿从小听爹爹讲仁讲义，女儿的一点仁义之心都是爹爹教的。爹爹说过，杀身成仁，舍身取义。见九江兄弟困守孤城，爹爹见死不救，这叫什么仁什么义？林将军的血一点都换不回父亲的良心吗？你还教训我？来人，把他拖下去重打五十军棍。女儿不去父亲责打，女儿愿以死见证。爹爹，你回心转意吧。以太平天国之际，北援皖北，西救九江，上天津辅佐天王。女儿就是死也瞑目了。啊，起来吧。你容我再好好想想。如果女儿的一条命还不能换回父亲的盟誓，那我就白白有这么个父亲，父亲也白白有我这么个女儿了。去援九江，还是会师入赣呢？义王，早点打主意。向江西进发。1857年10月。由于天国内部领导集团的互相倾轧，天国著名将领石达开率领精兵十几万挥师入赣，进入江西，脱离了太平天国主战场，给已经困难重重的太平天国造成了致命的打击。石达开经古泽小孤山进入江西，已经到了景德镇了，他真的没来救援九江啊？这是人算不如天算呐！如果石达开同水陆大军来援，我们不但打不下九江，还可能损兵折将啊！大哥，地道已挖到石城下了，是否爆破呀？等等，南城那边夜里同时爆破，一举成功。是。
好像有个人。九江共存亡了，一峰一去不返，我看一王的援军是到不了的。我压根儿就没抱希望。报，湘军从左边杀过来了。弟兄们，青妖上来了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！醒过来了，爹！啊，他醒过来了，醒了。你醒了，来，喝点鱼圆汤吧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姑娘，你是什么地方人呢？湖南益阳人。哎呦，咱们是老乡啊！我是长沙人，我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是那一带的口音。你是怎么掉到江里去的？叫人害的，还是自己想不开呀？我乘船回家，风大，一不小心给挂到江里去了。坐的是冰船吧？不不，是拉货又拉客的敞篷船。这姑娘撒谎也撒不完，你穿一身长毛的衣服，这哪个客船敢让你坐呀？你别害怕，你的湿衣服已经拿去洗了。我公公他也是个好人，不会说出去的。你这么小就投了长毛？我还小吗？我十岁就投了太平军。我们家太平军也叫盛兵，不叫长毛。对不起，我们这里的人呐，只能管你们叫长毛，叫别的犯杀头罪呀。哎，指挥是多大的官啊？哦，我看你胸前两条龙中间绣着指挥两个大字。王以下是侯，侯以下是丞相，丞相以下就是检点指挥了。哦，哎呀，这官可不小啊。差不多快赶上朝廷的提督大了，至少也是个总兵。你们聊，我有事儿啊。哎呀，你十六七岁就当这么大的官，可真了不起呀！我那丈夫都当兵三年了，才是个少官。什么？你丈夫是湘军的头目？小头目，
他是个独生，在家没事干，正赶上曾捕堂来招兵。他一看呢，大大小小的头目都是斯文人，他也就跟着去了。现在在李旭斌手下。李旭斌，嗯，那可是我们的老冤家对头，说不准在战场上我还跟你丈夫交过锋呢，只是不认识。哎，你丈夫叫什么名字？现在你就告诉我，下次我遇到他刀下留情，好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呢。他叫陈子玉。我还认识你们一个长毛呢，也是一个小孩。那是那年你们攻长沙时，他化妆成了一个小和尚，混进城里，后来就出不去了，在我们家住了几天。后来我给他化妆成个女孩，才把他给送出去了。啊，你说的这事儿啊，我们太平天国的人都知道。他叫陈玉成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他。他在吗？在。他现在在同城一带打仗，他可是了不得了，是女天侯了，除了王就是侯大。哎呀，你回去能见到他吗？不能天天见到，但肯定能见到。我给你捎个信儿，或者捎个好也行。他离开长沙时，我送他到城外。到湘江渡口时，他说最多一年准打回长沙来。可是我等了一年又一年，再也没盼到他打回来。我回去的时候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你跟我一起去，你就能见到玉天侯了。他可是我们太平天国数一数二的美男子。这我知道。若是不好看，化妆成女孩怎么像呢？你别打岔，你跟不跟我去？这玩笑可太大了。我怎么可能去见人家？陌生人家什么人呢？他娶女人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也没个相好的。相好的倒有一个，是跟他一起在城子中长大的女扮男装。这可倒有趣了，他们两个一个男扮女装，一个女扮男装，全都颠倒了。李修成不在，陈玉成也行。他们的名讳是你这么大呼小叫的吗？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啊？我是他们的朋友。哎，真是大言不惭啊！你莫不是青瑶派来的奸细？你才是奸细呢！你跟他们说我叫石以阳，叫他们出来接我。你先委屈一下。是你啊，你还活着？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？真是个大义凛然，难得。可惜你父亲如此偏向，他把将士带走了十多万，使我们留下的人腹背受敌，历尽了艰辛，到现在也扭转不了被动的局面。你是郑长帅，现朝中文武大事都由你管，九江湖口失陷之事，你怎可不告天王？我怕天王会雪上加霜，病势沉重。镇江无入孝告急，这事儿你想瞒着天王吗？哎，我正在为此事发愁呢。可是能救镇江的队伍在哪儿啊？你们进来。圣上，九江丢了是不是？啊，还会再夺回来的，主上勿忧。
说史达开见死不救啊，他算什么忠臣？他不是标榜自己忠于太平天国吗？他为什么不带兵去救九江？朕发了三道金牌去请他，给足了他面子，可他再抗军命，带走了朕的精兵强将，闹得各地纷纷告急。他算什么忠臣？他是背主。现在不说这个了，朕将布报四处治州，派不出一支救援之兵。自从石达开走了以后，幸有李秀成、李世贤二人接管了安庆、芜湖。让李秀成星夜驰援镇江吧。朕能指望的只有他和陈玉成了。还有韦俊，天王应当对他加以安抚，他毕竟没有和石达开一起出走，他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啊。天王，圣上让臣当正长帅直朝纲，臣本应舍命的去干，可是臣的才具有限，祈请圣上挑选能者入京主持军政大事。你真是个好人呐、啊、你是这么多年来在朕身边唯一一个不争权不夺利没有野心的人呐、啊、是该挑选一个有才干的新人上来布局一格吗？也许这是天国中兴的契机。那就启用陈玉成、李秀成和韦俊吧，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，李秀成为后军主将，李世贤为左军主将，韦俊为右军主将，德恩呐，你中军主将兼正长帅，爵通王位。为什么要爵通王位？为什么不封王呢？朕呐、啊、是伤透了心呐、啊、不算朕的二位胞兄，朕先后封过七个王，除了早年阵亡的南王、西王，你看看，哎，哪一个让朕放心吗？杨秀清、韦昌辉、秦日刚就不去说他了，就这个石达开，他还背朕而去。朕发誓，从今往后永不封王。这样最好了，一当上王就要野心滋长，手就伸得长了。人与人不一样，像你一直在天王跟前兢兢业业，现在又执朝纲之牛耳，可依然如故啊，从没见过你有什么野心。我本是个庸碌无能之人，效力还效不好，哪有闲心想别的？这个蒙德恩呐、啊，他倒是说出了一个道理。哎，用人用庸才比较保险，啊，庸才愚忠，他不会阴谋背主。有才干的人会结党营私，不可靠，不可靠啊！天王，李秀成和陈玉成到了。哦，那你快让他们进来啊！快让他们进来，请进吧。天王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
好好好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！谢天王，来来来，坐坐，快坐，快坐。真有好多年没有这么近跟人说话了。天王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哎，他们是天国的忠心之臣呐。你们说说，咱们天朝还能重新振兴吗？能，只要上下同心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，而人和最为本。说的对呀，自今天起义以来，我们就是有着三条优势啊。可是后来人和失了，才出现了内乱，大伤元气啊。是啊，也就是轻者痛，仇者快。哎，你们有什么话要跟朕说吗？说吧说吧，没关系，说错了朕恕你们无罪。不过要说老实话，朕不怕尖刻啊。好，天王，上梁正了，下梁就不会歪。如果天王能先正己的话，天国的人心就齐了。这次天王能听从大家的意见，罢了安抚二王，这是非常得民心的。好好好，哎呀，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呀。过去就是杨秀清也不敢这么跟朕说话呀。啊，天王的宽容使我有了信心，虽然话说得难听，可我也是为天国着想。朕想启用几块五色石，把这天再补起来。你们看，谁行啊？陛下身边不是有蒙恩，还有那么多广西老兄弟吗？你很会接朕的伤疤呀！啊，臣不敢。人必须要有豪壮之气，嗯，就应该像你们这样，初生牛犊不怕虎嘛。咱们太平天国现在木气太重，应该彻底的扫除。啊，朕把振兴天朝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些年轻人身上了。朕可把几十万的大军托付给你们喽。那别人会怎么看？能服吗？啊，朕替你们顶着。嗯，可这服不服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。为天国忠心，愿肝脑涂地。天王把这么重的一座大山交给我们，我们绝不会弯腰的。好，天经地保，远的不消说，皖北则是天经的后果。我们只有集中皖北的兵力，直扑泸州，之后攻取江浦、浦口、莱安，这样才能打开江北的门户。一王出走江西，我们兵力不足，必须统一指挥。对，我已组成东西两路大军，东路由后军主将李将军统帅，切断江北大营，进援泸州，并牵制泸州东线的清军。西路由我亲率，左军主将李将军、右军主将韦将军与我合兵，为攻打泸州主力。是是，咱们太平天国已经经不起再败了，咱们大家应该一心一意，同心同德才是。是啊，不解天经之危，我们就没有出路了。对，哎，我还可多联络些捻军，协同作战吗？这样更好。为了慎重起见，我将宗阳会议概略奏报天王，请各位将军回去待命吧。是。指怒，哎，这不是当年林则徐
贴在房间里的那个条幅吗？哎，大哥何以仿效？天子周围啊，没几个好人。我们湘军虽不敢说是挽救了大清，可以算屡建功勋吧。可现在对咱们冷落如此，咱们现在在家守制服孝，皇上也不在下上谕夺情了。没到时候，我看快了。长毛石达开自江西入浙江，清取龙游随昌，又下松阳，朝中为之大震的。朝廷虽有张国良、福兴、周天化这些大将迎敌，可没有一个可以服众的大元统帅。想用何春，何春又称病推诿。我看朝廷快想起我来了。大哥，朝廷六百里加急到了，委你办理浙江军务，命李图湘军迅速援浙。你看，不准守制了，又来夺情了。哎呀，皇上一到危难的时刻就想起咱大哥来了。大哥呀，你真是个力挽狂澜的干才呀。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马上领萧启江、张运兰、王开化各营到江西千山河口集结待命，等我一到立刻挥师入浙。石达开率军出走之后，并未取得军事上的胜利，不仅江西丢掉了四五十个县城，在福建也为战役较真，众将出走，军心不动，兵力锐减为四万人，使石达开陷入了痛苦之中。我们已经在龙泉血战了三天三夜，伤亡太大，我们已经阻止了青妖的攻势，马上撤走吧，进入福建的剑峡里，到蒲城一带去与杨义清、杨虎清会合。快去呀！是，我们方向后面为前队，我先下令。我最近想了很久，我看我们还是反配天朝吧。那义王会怎么想？会不会说我们兄弟出尔反尔？哎，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我们撤走之后，清妖的江北和江南大营又重建了，镇江丢了，九江湖口也丢了，石达开背离天朝，我们跟着他算是怎么回事？是啊，石达开是东打一气西打一气，完全是流寇战术，我没看出有什么前途。况且天王为我们杨家昭雪了，东王也平反了，我们回去是不会受到歧视的。那好，那就听哥哥的，反背天朝。只是咱们得跟义王打个招呼再走吧。不必了，一见了面就走不了了。对了，我已经给天王写好了反背天朝保卫天王的表彰，你拿去看看，要是没有什么改动的话，就派个人秘密送往天津。现在我们要派兵打入江西。哥，没什么可改的。嗯。哎，哥，有一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。我们打入闽北前，我派了个人回天津去接嫂子，可是嫂子她疯了，掉到井里淹死了。太平叫人拐走了，到现在也没有下落。说的是啊，玉娟
是世间最悲惨的人了。东王遭劫，他跟着受劫难。北王府大屠杀，他又成了韦家的人。一想起他来，我这心里就像刀绞一样难受。我们得想办法找到太平啊。茫茫人海，上哪儿去找啊？你不如何？太后，苦点没什么，可有些士兵情绪不大。为什么？一支队伍离我而去，一支队伍回天津堡来救我，这对大家是个很大的刺激。大家总在问，我们一会儿江西，一会儿浙江，一会儿福建，这到底为了什么？打到什么地方是个头？一月让黄大人在吉安战死的时候，也说悔不该拉出来。谁说一支支部队离去了？啊？那是我派出去的，总不能让十几万大军都住在一个地方吧？殿下，瞒不住，现在早都传开了。杨子清、杨义清带走三万人马，八月经略杨再由，又率万余人经铁牛关入江西，跟杨子清合兵一路了。他们都姓杨，走就走嘛。可是国宗石振吉、石振长也走了。殿下，也许我不该说，不过你杀了我的头我也要说。我跟了殿下这么多年，大事小事殿下精明过人，从来没错过。这回殿下不受天王金牌带兵出走，我看是错了。你找死！你杀了我的头我也要说，殿下，与其眼看众叛亲离，不如及早回头，天王不会怪罪你的。听说易阳没有死，难道易阳的出走，你还不悔过吗？什么？易阳没死？是的，他在江北和李秀成在一起。现在，天王启用了陈玉腾、李秀成等一批年轻将领，让他们力挽危局。听说他们打了几个大胜仗。正在进攻青腰二路建立的江北大营，皖北的许多城市也失而复得。可我们呢？我们把江西占有的四五十个县都丢掉，在福建、浙江也没有站住脚。现在军心越来越不稳，难道殿下还不三思吗？胜败一时，不足为凭。我手上还有三四万人吗？可现在部队的纪律也大不如从前了。大家觉得越打越远，越走越偏僻，越来越看不到希望了。你再敢散布这些动摇军心的话，我就杀了你。我只是当殿下说的，殿下，你不要玷污了你办事的英明。你给我滚，滚！这是我的指挥剑，怎么样啊？
这边的人接引，可以包城过去，避过现在这重围。诸位，现在石达开已离开浙江走福建，你等不必委追。我们定出了四路出鄂公馆计划，攻敌之不备。多隆额在，胡林翼在。 李旭斌在，各统一路。我与曾国荃为第四路在，各日出发。你们去准备吧。是。启禀大帅，李鸿章专程从南昌过来，来看狄帅。他说是狄帅约他来的。 是啊，少泉回南昌看母亲，我托他哥哥约他来一叙。人呢？在外面，快请进来。是。请。燕家子拜见老师大人。你回南昌尽孝道，我却把你拉到这里。 令堂大人没骂我不近人情吧？他老人家好吗？好，学生拜见老师。免了，免了，免了。请坐。老师请。你在安徽办团练已经5年了吧？你在京中当翰林院编修如何？ 燕家子恐不是运筹帷幄之人，练了几年兵，屡屡败绩，给老师丢脸。哎，不能这么说，历练历练就好了。我也算得上是身经百战了，不也败了几个大仗吗？靖港之败，连皇上都知道我自杀的事儿。 在京中，不是对我有许多传闻吗？你一定听到了。人都知道我是大帅的高足，有什么闲言碎语，也不会在我跟前说。有人说，我亲自带兵上阵，每仗必败；我派湘军将领上阵，则每仗必胜。 细想想，果真如此。能将兵者，将才而已；可御史将军者，帅才也。<笑>你还是这么会说话。说来也许你不信，这么多年我连马都不会骑，天天在冲锋陷阵。<笑>三国时，诸葛孔明也不会骑射。 每出征，必是羽扇纶巾，宝盖火车，这才是善用兵的大家之风。<笑>这亏你别走了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的烦恼就会忘得一干二净。<笑>年家子求之不得呀，我哥哥在伯父庇荫下，长进很大。 每信必提及，啊，你给他的信，他几乎每一封都拿来我过目。只是我不知道在行辕里能干些什么。你的天资与工读最接近，所拟奏资函批都有过人之处，你留下来掌书记。 批稿奏稿，可取你才呀！啊，伯父让晚辈无地自容了。我从前左过将帅不耻一人，忙之无归，只有到了老师您这里才如实难争。不过在我跟前可会枯燥啊，也不会自在的。伯父尽管复奏，不然学生何以成器？
江南大营蒙古台部的5000援军已经进驻小店了，看来他们是奔乌衣而来的呀。那不是以卵击石吗？德兴阿这步棋又失算了。是啊，我们俩在击溃冯子才的援军后，便可联手进攻壶口。我呢从正面进攻，你侧后迂回，九福州韦俊部从江北渡江夹击，二破江北大营，这样天津事变以来的被动局面就会被扭转了。是啊，志哥，你听说了吗？杨虎清、杨一清、杨再田已经脱离了石达开，反背天朝，回保天王。石达开不得人心，以后会一天天让更多的将士看清，这是大好事。是，天朝中兴有望啊。天朝将士陆续离开石达开，返回天朝了。这次回援天津的谭体元、傅忠信、石振长、石振吉都是石达开的亲信本家，他们既然给天王发来了秦王表，天王是不是对他们下加冕诏旨？对，一定要下。总算云开日出，天国又重新发达了。这些人应该重新加封，该封什么？你先拿出个章程来。天王既然要在浦口设立天浦省，那就该选一个既能征惯战又老实可靠的人当守将才是。浦口是北面的门户啊。对。哎，李秀成不是推荐了一个叫薛之元的吗？朕不知这人到底怎么样。据我所知，他是捻军的首领，与降了清妖的李昭寿过从甚密。那李秀成知道这层关系吗？我想他不可能不知道，连我都知道的。既然李秀成没有说他不行，现在撤换也不好，用他去吧。哎，陈玉成不是有奏折吗？所奏何事？陈玉成原想再克江南大营，他攻下六合后，李秀成攻下了扬州天场，李世贤攻下了宜征，这面大胜。可是皖北腹地却连失州县，一天发来了5份紧急求救的文书。陈玉成的意思是请调李秀成大军西援，陈玉成现在直出朝鲜，进抵白石山金牛镇一线，准备包抄湘军李世斌、曾国华的后路。既然这样，让李秀成立即西援。
将在外，居民有所不受，有些紧急军务，陈玉成可以随机应变，不必事事奏报，免误大局。陈玉成和从前的老兄弟们不同，从中央会议以后，他事事奏报，倒是没有自专之嫌。天国将士对陈玉成的评价如何？有人说，他兼具了东王和翼王的才干，为人又平和，又不抢功，又是任何人不具备的。天父不弃我呀，赐给朕一个陈玉成，一个李秀成。这陈玉成，朕早就看中了，那时候他还是个童子军。是想召他为天长金公主驸马的时候吗？一脉无福啊。我马上派人加急送信给陈玉成，让他按计划行事。南宫那天中天，能过那生生死死半半仙，南宫那苦中苦，南宫那天中天，南过那花花绿绿重重关，是那么鲜，不问那千秋大业为何回荡，只叹那剑上血还是那么鲜，不问那千秋大业为何回荡，风中泪还是那么